立正，站立，撤职。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大家好早。今日早起足欢喜，要甲大家探讨一个会计制度。咱这个会计制度啦，要提一个最近发生的代志来甲大家探讨。我就是因为迄阵啊在想讲会计制度，大家一般的人认为会计较麻烦啊，可能拢爱一步一步来建立啊来做，所以拢开忽忽略掉吼。伫这个情形下啦，有诶，若无这个观念啊，无这个观念啊，拢会感觉讲。这都以前都安尼做，咱就照安尼做，拢靠这个情形发生啦。那么实际上啦，这个会计制度啦，一定爱有一个上头要开始的时啊，都爱有建立。那无建立啦，一定。讲以前安尼做，就安尼做；，啊是别人安尼做，咱就安尼做，这绝对袂得接受的代志。好，咱即马咱这个要讲的这个问题啦，咱就是讲会计制度甲这个实在实例的这个探讨啦。咱来做一个看这个会计制度甲实际事件。拢有相当关系。最近一个例，林百里，大家去思考这件代志哈。林百里的秘书掏空偌济，偌济，有讲7000万，有讲8000万，吼、哦，这都是什么原因发生？这那是甲会计制度有相关啦。什么案件发生，拢甲会计制度一定有相关。会计制度定了后，内底啊，佫有一个叫做内部控制啊，足重要的。所以，咱要了解一个会计制度，啊，佫来连带。个内部控制实在是种足重要的代志，所以讲，咱要互提一个较简单的例啊，互大家去了解讲，确实这个会计制度真重要。好啦，咱即马就今日要甲大家探讨的啦，来差不多咱甲列到这个叫做6、7个。七点来讲啦。第一点，633，可能大家拢知影啊。633，第一个咱要讲是633。633，咱应该真清楚嘛。应该大家拢知嘛吼，好，咱确定下再过来吼。咱第二个就是要来讲会计制度，吼，让大家了解讲，会计甲制度
会计是一个技巧的过程，制度是一个什么法律啊来定的，所以讲技巧的过程跟法律相关哦，法令，这叫做啊简单来讲制度。啊，那讲政府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是一定。政府要做什么？伊个施政个计划啊，来就爱编入这个啥？这个预算。啊，预算，你要编预算，你就爱有这个税入、税收个收入。哦，啊，税收个收入啊，来编出预算了后，啊，再来做。支出啊，来控制，就是咱一般所讲的讲，钱要用在刀口上。啊，咱就痛心嘞，两暗，甲你用迄个预算讲，2,150,000呐、啊。你啊，甲尾个报道讲。2,300,000啊，医生讲2,150,000啊，所以讲咱会了解讲啊，咱的地方政府啊，这就是啥会计制度，你别来啊，政府的会计制度啦，是拢爱税率。加啊税出，吼、哦、啊，伊这个开销爱有这个管制控制的咧，哦，唔是讲啊，大家讲讲的啊，边边的啊，就存都好，哦啊，大家啊，我白用这台啊了解，啊，咱即马要过来介绍讲，要咱这个会计制度要来订立啦，啊，咱拢爱伊，咱。拢是依照这个叫做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这个大家公认的啦，吼、哦、啊，这就是迄、那个根据伊个会计的理论，哦啊，甲伊个实务，啊，大家认为讲啊，这个是啊会计一般的公认的原则。啊，咱确定啊，我会来简单的介绍。啊，过来就是会计政策，可能大家较无了解讲会计政策啦。咱简单讲吼，会计政策甲咱的施政哈，就迄个叫做相关啦。咱提一个足简单的例，咱早期敢有遐济钱来？建立一条西堤大桥，有可能啊无？迄西堤大桥以前迄个咱经济时代，咱迄阵啊的经济，国家的经济甲预算，无可能来做这条桥。咱大家第一条收钱的桥是为带来的，应该西堤大桥嘛？啊，西堤大桥是啥？跟沙烏地哦，伊个石油好野人哦，啊，都石油啊，土脚恶嘞，都钱啊，啊，所以咱盖石，这就是啥？一咱安那讲叫做会计政策啦，用一个啊，创一个，那家讲专案，创一个类似基金的方式，来甲外国钱甲借入来，咱收。咱收这个过路费来付这个钱，安尼咱算算来讲，甲借的利息啊，咱收的钱啊来付，安尼咱个借入来个有钱，啊个甲完成，这就是甲咱的政策吼、哦、啊相关啦。所以讲，有诶各单位啦，那讲诶，阮即周。
要来发展某项的经济发展。咱这周啊，都爱来规划讲咱的会计政策有什么政策的方式啊，来个达成。吼、哦，啊，这拢会使去做一个规划出来。吼、哦，啊，过来，咱要阁讲上尾啊，讲，哦，这个执行的，那个咱讲的讲会计制度内底执行的。诶，内底啦，就啊，这个拢爱有这个控制，吼、哦、啊，这个控制就是讲爱卖讲啊，种迄、那个应采含之后种伫遐，安尼讲一层讲三四百户，啊五六百户，吼、哦、你吼、哦、啊，这就是咱这那是一个足重要的啊。控制的管，哦，啊，到尾啊，啊，我啊，简单讲结结做一个啊，结啊结语吼，啊，好啊，咱个照准备的PowerPoint 来说明吼，啊，633，主要是咱李王政府的啊。住伫美国啊，这个堪察州啊，这个处长就是台北经济文化啊办事处的处长啊，633哦，啊因啊，迄、那个要做啥？伊这个啊法案啦、啊，就是、说啊，这个涉案嘛吼，涉嫌吼，啊，这个要做。外劳啊啊，这个哦，外劳这个啊，劳工企业的诈欺哈，这个案哈，伊这个案啊，是咱这个叫做啊，美国联邦啊调查局啊 FBI 啦，伊去辩诉出来，怎个考起，连国务院的办公室。去提物件都无，怎出来就甲扣去？啊，因为因可能了解讲，因为这个案调查真久啊，啊，可能是毋是知影这个信息，可能连会要漏跑，所以讲随甲压去。那照讲，美国是足重视。人权的，无可能讲去辩诉出来，怎啊甲扣去，啊都无过好入个办公厅。安尼你就想会了解讲，因个司法单位啊，因个做法已经确定讲你是犯法的，啊，伊才敢安尼甲你。压榨哦！啊，咱了解，伊主要就是伊个薪水啊，要请一个为外国请入来，爱有一个契约伫咧。啊，这个就是啊，因这个依照这个要做啊，台北啊，咱这个算讲现在外交部一般要请一个人，那是爱用。啊，公文送到啊，伊个公司来批了，啊，才来发出去。啊，这就是讲内部控制拢做了无好啦。啊，伊即马啊，这个契约内底啦，哦，伊讲一个月1240，啊，40点钟，吼、哦，啊，工作啊，伊讲40点钟尔，啊，即马才讲，拜六啊爱做，哦，啊。所付的啊，薪水啊，讲400块，啊，个安那这是违背人权的代志，吼、哦，啊，甲这个自由代志，甲靠这个要做啥，好价，哦，这咱所了解，啊，过来，啊，个一，这是啊美国的报道啦，吼、哦，讲啊，
迄、这个契约，这是外包部啊核准的啊，这个费用甲签约的这个啊啊是八点钟啊1240块啊，我有付这个加班，哦啊，这个是这个情形啊，这张迄阵啊，也袂用考起的是，咱以这张的。诶，迄个相片来看起来吼，伊是一个高级的，或者咱的外交官呢。算讲，那一般的国家甲国家来讲，这是领事长啊，这个做，这是啊，算讲总领事啦。总领事要派出的拢是要经过啥？总统召见批准才出去呢，唔是讲凊彩讲啊，咱即马摕个其他的事务官派出的讲啊，公文发一个啊，恁就去遐报道。总领事是要派出的，爱总统。召见了才派出去，这是咱一般所讲的一个外交部内底一个高层的高官。啊，咱这个照片啊，这个相片甲看起来，伊徛伫中嘛，你会了解，吼、哦，安尼会了解讲伊的身份啊，是咱外交部内底是一个我。重要的高官啦，啊，这是什么？一切都是啊，严重啊啊，违反这个法令，甲这个法律。咱会做啊，咱有一个立法委员啊，伊讲家己违反啊，这个劳基法哦，咱这个咱家己定的啊。这个基本啊，最低工资法啊，甲这个做扣啊，甲这个扣啊，这个做啥？咱这诶护照啊，这啦，甲咱台湾啊，这个中华民国啊，联邦政府诶劳基法啊，劳吼啊，甲这个美国的法令啊，拢是啊违反啊违反啊执行的是咱尤其讲。这个劳委会啊，讲强调讲，这个是外交部所请的啊，哦，讲是特啊特例啦，哦啊，这个无遵守啦，甲咱的劳基法无冲啦。咱即马特别国讲就讲，为什么咱台湾联邦政府所定的一切的法律拢是安怎做一挂好康的，和因相关的人来赚这个钱。新加坡哪好，较先进的国家，因敢伊哪有讲？我要请一个外劳来甲咱做，搁爱甲咱的公民。同款的介绍，照讲无这个代志。咱的立法委员，伊就家己定一个法律讲，要请外劳，就爱经过这个叫做中介，这个介绍的单位，恁就要来申请，这个机关才来审核。啊，因遮个做立法委员，拢家己创一个中介伫个头头。啊，无，咱个做工厂，因为人民讲，咱无法度甲人竞争，咱要用寡外劳，啊，搁请来，啊，搁甲咱遮个人啊，同款介绍。就甲咱遮个做
中小企业的。紧了紧了，恁过去啊，中国去哦。这就是目的地，什么所在？目的就是讲啊，咱这边啊啊，赶紧要甲因边啊建立较一个关系，啊，互因那边的经济好起来，啊，甲咱这边的经济摆落，啊，都扭变长啦，啊，要来啊，统一才较紧啦。这我的感觉拢有这个步数，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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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啦。啊，无，咱大家足好嘞啊！中小企业伫遮，大家过了足好嘞啊！大家敢要走去啊？中国去，去啊哪呢？咱咧讲，都爱看因个面色。即马较大个企业，即马你都在苦啊！莫怪，遐第二代走去中国去，去啊，甲斗三工。即卖是反倒转来，来恐吓人，政府吼，贵阳市政府啊恐吓，啊来恐吓咱遮个人民。什么人爱选到，我才要来开发。啊，选以前甲你做一个啊艺术个，互恁看一下。这那是最近的代志，大家唔知知影无？哈？什么人？什么人？我看咱大家同心，大家一定有同感的。这是什么心态？咱台湾的资金，咱的家己根本以前皆无夹插，咱的经济发展是安怎？皆都插落去，咱的经济发展是安怎？大家实在上爱去检讨。咱台湾四边拢海，是发展国际贸易。所谓国际，唔是中国，中国只一国。咱较早的企业。中小企业是伫世界各所在发展拢足好，咱现在台湾也要做中小企业，安怎会愈来愈无法度去发展呢？都是去技术、资金啊，甲迄个营销的管道。拢去甲中国甲，拢去甲中国指导啊，甲去啊，设工厂训学啊，叫因来学咧。转去伊的资金是趁因的，共产党的资金是趁国库，伊则反倒转来甲咱啥？甲咱的中小企业来拼，咱中小企业会拼赢伊吧？上简单一个例，因遐的企业出去做生意，会使放下乎因家己的人，半年免收销啦。卖卖嘞，才来算钱啦。咱中小企业有可能讲啊，
咱遮做个物件送予咱大桥，讲安尼啦，予你卖半年才来算钱啦，有可能无？绝对无可能。予你欠两三个月啊，都袂歹啊。因遐，咱遮去甲价格咧，技术资金技术啊，甲迄个行销的管道啊，甲遮个各种的关系，拢甲价格咧。因遐则去成立国家的做啊公司啊，虽然因讲是我用的，实际上拢是啊国家的资金啊来甲咱。现在伫中国啊，去中国遮个叫做大桥个叫做企业名，啊，即马则用恐吓个。你若毋听我个话，我甲啥物甲你收起来啊？啥物甲你查销？啥物甲你管制？你真正无法度伊啦。阿伯啊，愈行愈近，一间一间都收起来。上大件的，咱就发现到这个情形了嘛。以前本土台湾人，咱也足尊敬的，啊，伊咧选举的时，伊也无法度。我看等大家也知啊，哦，咱一个回想看卖，哦，迄个啊，吉米。董事长，那是类似这个情形啦，所以这就爱了解讲，然后亲戚朋友伫中国咧经营的，伊认为讲，哦，我即马伫遐赚偌济钱，你赚的钱敢有法度摕到转来？到时你人也煞赔去哦。所以讲，咱爱去检讨讲啊，这个情形啦。啊，若要了解，就是讲啊，咱因为咱的流亡政府是啥？因家己犯案的，讲这部代志啦。啊，若民间啊犯啊小啊有小啊代志，因讲啊这是大代志啊啦。啊，所以讲，咱会了解啊，这个照相片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讲，因声声处处咧讲啥，啊，讲啊，讲要用啊，讲豁免权啦，吼、哦，外交部有这个外交官啦，有这个啊，伫外国犯罪啊，有法度用外交诶。豁免权啊，哦，啊，这个会使倒来无代志。啊，咱遮有讲啊，有一句遮啥？流亡啊，拄破鸡鸡龟啦，有啊，这个即句啊，你看，这伫这个。上出来，诶，是，这就是这个球衣嘛，吼，啊，这个做反冷衫吼，啊，甲这个，啊，这是用时的吼，啊，吼，这个我照料手铐，啊，趁这都是啥？啊，你就是。流亡政府，但人但无承认你的国家，咱伫内底咧发丧的，啊，啊，你大家都啊真啊清楚，啊，发生的时阵，啊，美国国务院啊当地的迄个报纸，甲检察官，伊就讲无承认。流亡政府是主权的国家，
啊，咱上课已经啊要结束啊，大家即卖已经足清楚咧。主权的国家一定爱有啥物？土地嘛，咱大家啊一寡啊先辈啊，讲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对唔对啊？唔对啦，咱台湾人无所有权啊，安尼大家唔知知影无？你有所有权，唔只是讲你的。啊，你有所有权无？讲这间厝我的，诶，人讲按着所有权提来看卖。伊讲我伫只徛遐久啊，你敢唔知影？你若大家拢骂我，我只住五六十年啊。啊，五十人五六十年是五六十年，按着所有权提来看卖的，啊，都无当。啊，你要敢讲啥？啊，人唔只讲，你唔是主权的国家，基本的因素都无啦。哦，咱啊，所以讲一寡先辈，大家伫遐咧话爽的，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啊，咱这个人来公道，就是咱足尊敬李登辉总统做十三年总统，阿扁啊做八年总统，讲无法度就无法度啦。啊！什么人有遐敖讲比李登辉总统、甲阿扁总统较敖？无可能的代志。咱秘书长很难得，甲何瑞元联合论述，予咱一视曙光。真正台湾依照咱这个华丽去甲世界国，咱的做法用华丽来解决啊，真的啊，真正会实现咱啊，到尾啊，台湾那天皇伊的所有权，到尾来讲安尼好啦。予恁去啊，慢慢啊啊演进啊，到尾啊啊，咱才来独立。这那是一个足合理合法，搁免啊劳费竞争的啊来战争的代志。这是咱大家同心爱行的一条路。因为有一挂朋友在讲，那咱这个美政府美国来宣布啊来结啊来结束这个流亡啊这个政府的政权，那来交予民政府啊会发生这个动乱无？一般的人民啊。就关心这件代志啦。啊，我的看法是讲，咱尽量避免这个正面的冲突，哦，啊，咱用和平的方式来转移。啊，什么啊改革，拢会一撮啊火花啦。啊！但是咱我要予讲这个很顺利啊！啊，这个要做卖有流血的发生啊，这个是咱的愿望吼、哦。啊，所以拢大家吼、哦、祈祷到的啊，就拜托啊祈祷吼，予、哦、咱这个神来保佑。啊，那佛教的你都。念经念咒来
回想，哦，啊，我咧想，咱啊宗教这方面啊，有真侪人咧斗三工做这个代志。我所知啊，无论是啥物教，拢要天佑台湾，啊，拢有人咧做这个。我所知啊，所以讲，咱啊有啊宗教信仰的，咱逐天爬起来，哦，啊祈祷一下，啊，互咱以后啊，咱这个啊历历代代的子孙，伫遮过着幸福的生活，哦，啊，这是咱的愿望，啊。这个国家就是说这就是什么情形，因为这个外观啊没有啊没这个遵循会计制度啦，啊是怎么没遵循会计制度，你跟人签的啊你付人那出发钱，啊这就是会计，所谓会计制度就是说依照法律所定的，啊你必须要付这些钱给人，不才是正确，啊，不然这些钱是走的带去，哦，啊，这些，哦，实际上付的，哦，啊，较少，啊，公款的，照那这个会计制度啊，啊，这些钱是走的带去，欸，可能，哪敢讲，因的想法啦，我头拄也有讲过，诶，想法伊讲这是，嗯，啊，到以前，啊，到拢安尼，啊，到做一个处长啊，啊，可能这是处长的做啥？诶，福利啦吼，啊，伊会做，迄个算讲，消费啊啥啦，讲啊，这都伊爱赚的啦，那个安尼的款啦，这叫做这叫做啥？啊！以前都安尼，啊！我即马也是安尼，啊！我哪有犯罪啊？我哪有违法啦？啊！这就是，哦，违背啦啥？啊！较早，啥物拢因咧，因咧做，拢因咧管，拢因咧做，啊！都大家马马虎虎啦，啊！大家囡仔顿顿下就好啦，啊！都无代志啊啦。啊，这是不是跟会计制度有相关？所以，爱大家爱了解哈，不是讲以前安尼做，现在也安尼做，吼、哦，这就是一个制度上啊，伊认为较早以前无遵守的这个会计制度，爱因为。官官吼，官官相互的问题产生这个情形啦，所以才有这个案例出来吼、哦。啊，六三三拄啊好，足拄好个啦，吼、哦。咱伫台湾啊咧六三三，啊迄边啊咧六三三，啊足拄好。啊，这两个六三三拢无。拢，这个是违法，啊，迄个是无照承诺，哦，无照伊家己啊讲法，各拢，诶，讲做无够，啊，薪水要关出来，啊，所以吼、哦，是本土台湾人甲啊外国人，咱也甲讲伊是外国人，真正无共款啦。咱也做无到啊，足歹势的，家己都足失礼啦，足无民主啊。哎、欸，还佫好，佫我开无到哦，
哎，搁爱增加哦。迄就是中国人的作风。实际上，咱早期日本时代的迄个叫做行政的过程，啊，迄个各种的啊单位的公务人员的素质，甲公务人员的要求，会使讲世界一流的。啊，三流的国家来管一个。啊，思想教育甲咱教，甲咱教到尾啊，讲，吼，那讲免会计制度啦，大家同意转因啊，安尼就好势啊，啊，拢免遵守啦，啊，这拢免遵守啦，啊，所以，诶，这个情形发生，啊，咱时间诶问关系啦，咱即马过来讲。这个啊，咱头拄啊，这拢有积累，差不多咱了解啊。就是讲会计制度啦，拢是啥？甲这个一般公共啊，甲法律上吼，拢有相关吼。啊，这就是咱各机关哦，这个政策啊，甲这个叫做啊会计政策甲这个方法啊来作为这个。所以讲。每一个单位都可以自己定出一套自己的会计制度出来，定下来后，啊，就要按照这个会计制度来实施，哦。啊，这咱啊，头拄啊，我有解释过，哦，这就是咱补助政府吼预算管理的工具，哦，啊，再来推行政务。甲控制这个资源，这资源一般来讲拢是有限的，啊，要互吼，甲这个有效的发挥，就是讲，我定来讲，咱一箍想要做两箍用，上简单，哦，钱袂使乌白开，哦啊。咱流氓政府，咱会了解钱甲你乌白开，哦，啊，咱会真清楚滴，哦，啊，这就是要来合，吼，哦，这个合法的规章啊，来做一个这个决策的参考，啊，这就是咱讲政府的，啊，即马来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啊，我看较简单的。这就是讲，公司甲私人一定爱拆开啦。我要举一个例，互大家了解。你讲，派咱华人一个啊去中国做大使，咱唔知知影无？现在美国派咱华的华人去中国做大使，迄个原早以前捌做过，捌伫政府单位做官啦吼，而且即个老嘛吼，新嘿老家伙吼。啊伊去安怎？那中国大官过遐好派头足出来啊！伊去遐去报道的时，家己我睇新闻的报道吼，落飞机啊，含因囝甲因某啊，都大家行李拖咧啊出去啊，坐一台厢型车安尼去报道。啊，买什么？我去付钱去买。咱搁思考转来头，公司的销，甲个人的销，伊讲伊即马伊是派出差来
因遮个囝要食啥物物件，若爱因遮个囝爱家己出钱去买来食，袂使讲你开即个公司个钱啊，开国家个钱啊来买互因啊来用，伊一定有特殊费嘛，有迄个开销嘛。哦，啊，这就是制度啊，甲公司分明啊，啊，这就是私人个钱甲公司个钱一定爱分开啦，袂使人个用啦。我啊，公家的要给你上下班，要给你公务用的车，拜六礼拜歹势，你家己用你的车，咱这的制度应该定无出来。啊，这那讲我的附属的物件，我做这个位啊，我就附属这个物件啊，我就会使用拜六礼拜我拢会使用。这制度都划分不清啦，哦，这都这爱甲大家讲吼，啊，其他我，吼，甲这个足重要，吼，这个足重要，身份甲效率可能足重要，哦，这咱一科要做两科用啦吼。当时有当时啊，讲为着政策啊，要达到这个政策，迄个我即摆要阁讲资本活化，资本吼，迄个资产活用啊，这个代志，有诶财产摕伫遮拢无咧用，啊，咱即摆阁投资一次啊，互这财产发挥了啊，来用啊，这也是这也足好啦，吼啊。啊，我看这若有问题吼，大家会使甲我啊参详，啊，大家会使登录咱这的资料吼，当个做参考。啊，这我看我咱即爿来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吼。啊，内部控制啦，那么咱主要会计就是一个啊政策啦，吼。啊，甲这个做效率的效果啦。啊，咱要来讲内部控制啦，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啦。哦，啊，这个监督主要是要来做啥？来这个防止这个吼、哦、啊，这个侵占啦，哦，侵占，哦，这个挪用甲侵占。啊，咱上头咧讲啊，讲您。百里的秘书，哪会遐容易七八千万？咱阁最近阁发生一个代志，咱一流的公司，讲两个阿仔某，甲公司忏悔苦，1亿2000多万。大家知影这件代志无？台塑集团，这就是啥物？拢是会计制度做了无好，内部控制做了无好，是安怎？因两个阿公某讲伫一个单位啦。啊！伊等于啊，我也是我等于啊，啊，安尼就拍死过啊。所以讲，足重要诶。所以讲，会计制度啦，会使来定了好，会来封闭各种诶，这个啊，这个舞弊吼，这个产生啊诶，咱诶做啊政策啊，这个制度，咱照常咧讲，清朝派来的官啊，三年一任，讲两年做官，讲啊，两年满三年，两年就赚到888，三年就要那个回去啊，三年官，两年就赚到，落地啊，地价满满满，好。
时间已经超过一分了，感谢大家，感谢，谢谢，再见。